Too 事件，上个月黄子佼也卷入性骚风波，在直播道歉时情绪不稳，还意外送医，引起外界大票关注。而身为老婆的孟耿如则在一旁默默陪伴老公，并表示我们是一家人，发生什么事都会一起面对，一起弥补犯过的错误。同时也请辞新戏演出，在7月8日即将举办的画展，在4日就抢先发出孟耿如的作品。而大家都在关心孟耿如会不会出席这一次的展览，对此经纪人阿志则表示，目前没有公开的行程，确定了孟耿如不会出席活动，让不少粉丝觉得很可惜。不过经纪人也透露，这一次的作品依旧会展出，还是欢迎大家可以去画廊看看孟耿如的作品。至于黄子佼的近况，就没有多做透露了，也再度与网上引起热议。